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杨胜岩，来自山东的一名电焊工人。现在我非常喜欢播音主持类的，尤其是播音新闻类的播音员。像徐丽娜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目标，崇拜的人物。好吧。哎，继续。然后你这次主要如何给你评成功啊？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啊，你是想做电台的主持人，还是电视的主持人？电台和电台是播音类的吧？对，电台就是不出画面的，电视是出画面的，就出脸的。哦。电台就是 FM 那个什么。还是喜欢电视类的。电视类会做哪一方面？电视类的像新闻类的喜欢，或者搞笑类的也可以的，搞笑类的。这两个大的反差是蛮大的。或娱乐类的也可以。对，这个反差很大的。可能是新闻类的是自己喜欢的向往，但是娱乐类的呢，可能是非常有点适合我可能。那你在座的三位主持人当中，三位那个评委当中，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，或者说你这次来就是想见见他，然后看看他的真人？我非常喜欢宪哥，也是以前也见过一面，非常喜欢他也。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？在2009年的时候见过一次，而且他正好他是主持人，参加一档节目。然后那个时候你是他的粉丝吗？可以这么说。行，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在仰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，昨天遗忘，风干了忧伤，我和你重逢了苍茫的路上。 Come on, can I show? Come on, can go, yeah.